晚上好。欢迎大家，谢谢思源，谢谢分享。安，啊，怎么一开始就有网络不稳啊？是这样，我没有做错事，插自己掉。刚开就卡，对，我也发现这件事情。到处推倒东西，到处推倒东西。风土加一，为什么网络不稳啊？他们就好。为什么要？谢信婷，现在是怎样？大家好，大家有看到我吗？卡在好可爱的画面，什么画面？可爱画面，截图我想看，截图传给我，拜托，我想看。卡在什么地方啊？也太卡了吧！这是要怎么补？
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怎样？谢柠檬，哎，太扯了啦，卡成这样。吃晚餐了吗？吃了，吃了。阿嬷，借我一下你的手机。我要看一下我的画面。谢谢。今天不吃播吗？我今天吃很多东西的。拿一下我阿妈的手机，来看看我现在长什么样子。头像是那个，然后可爱，很好笑。你脸好捏吗？是要卡多久？什么是老师在上课？什么意思？晚安，晚上好。我刚去换网路，现在嘞，在嘞。Thank you.
谢谢你，巴基斯。阿嬷的，阿嬷的，声音是顺的。谢你吧，李斯。有画面，现在不够，很好，青苹果。什么东西？不要不要，无搞瞎搞，不要不要，乱七八糟，世界味道，是谁呢？是阿基拉。你们昨天不是有人不知道谁说今天有没有盛装打扮？我打扮了，结果卡住了。What？就卡住了。我不解，我不解。不要不要，不要傻搞，不要不要，乱七八糟。现在卡，卡到爆，卡到爆。难道你从来不知道？哦哦哦，不要不要，胡搞瞎搞，不要不要，乱七八糟。不吵啦，不要吵。来看看我的画面长怎样啊？林家，哎，有我的名字。嗯，蛮卡的。换狗狗。太卡了吧！而且太慢了。住了，为什么卡？Why？
求救。才能截图截到疯掉，可是就没有东西能截啊。谢谢柠檬，等一下柠檬，你的头贴是嗡嗡吗？手机总量不够吗？等一下，我后台的程式太多了，这时候想填辣酱，什么东西？在雷啊，还不是卡，卡到爆啊！你要棒球棍什么？是要怎么喝啊？拿着这样子喝吗？我感觉没有变好，对啊，没有变好啊！截图大赛开始，看谁可以截到我最喜欢的照片。其实有声音就可以聊了，是啦，这卡到爆哎、你们要卡两个小时哎、欸。有两个小时要卡。突然一个美照，哪里有美照？看过评论卡了两个小时，真假的？换个图我看看，好啊。一分钟截二十，两小时截多少？一分钟120，120乘以2400。谢信婷，好，我来看。
哦，那个蛮好看的，真的蛮好看的。小尖不能乱做表情，因为这样子会被很多人就被截图下来。啊，原本今天想说今天那么多人，不是通常都说二五很多人吧，星期二星期五，然后我想说我来美爆大家，让大家都进来，结果卡成这样，我说要开个什么鬼啊？学霸是你，可不是。谢谢你巴基斯，你卡了都很傻。会不会就是因为太多人开所以才那么卡？反正你们听得到声音就好了、啊、就当听那个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声音类型的直播，然后原本就要来贴这个指甲贴，结果卡成这样，我还是要贴。啊哈！十连拍可以开始拍成几连拍？好啊，等我一下。一、二，都是这样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九，十，有在冷哦，我房间。一起约定吧，然后就结果就卡住了，结果下个周末，想想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心了。这是让我摸指甲的。
我在玩指甲，对对对对，玩指甲，在玩指甲。嗯，怎么没看到小只的？嗯，这个没有小只的吗？不可能吧。是这一只，可是我要怎么贴上去呢？没有小只的，哎呀！你要不要吃稀饭啊？不要。既然这没有小只的，那我就直接。哦，它每一个大小不一定都有。先撕掉，然后贴上去。为什么要用手上？我在贴着，贴指甲。指甲好长，我喜欢这种指甲长长的感觉。手绘的，耶！大拇指太大，其实是我第一次贴贴指甲，然后今天没办法跟你们聊到什么，因为都在卡，烦呢。晚上好。大家看我超卡的贴纸，
望大家不要生气，因为真的卡到爆，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。走开啦！打字回，但是打字回的话比较不方便。觉得这样很无聊吧？我也不想要它那么卡。都丢出去了。我破音哎，自己听到自己破音，好笑。这两只，那边不照着顺序踢。如果到那么卡的话，就关门了。好不习惯自己手指那么的长，指甲那么长。太小了，在哪里，在哪里，不要忘了你自己。那我就忘了自己在干嘛。好小，好可爱哟，超小的，但你们看不到。超级小，我的手竟然刚刚好，多了一点，手多了一点。我还有更小的哎，好可爱哟，怎么可爱？磨掉应该就可以戴，刚刚我弄的那一个。晚安。一个键没关。这样子我感觉这个有点贴太大了。算了，就这样。它很多原本的图案，害我有点小尴尬。小尖尖。
也是有那么卡，但是跟我聊一点天嘛，不然我也是会无聊的。所以我在弄指甲。希望大家不要太粗暴的握我，我会扁人。这其实也不便宜耶，这要350。女人总是那么会花钱。啊哈，啊哈哈。太小了，这比较大吗？没有。Hello， 这样子我把你要这样子拿用那个什么指甲拔。既然没有符合他的，我就带原本的。我在做什么？贴指甲，贴足甲。眼不见为净。谢谢圣泽曼追踪。这人都会说剪足甲，好笑。刚刚无聊两个小时，我原本今天要跟你们聊很多，结果那么卡，唉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呢？应该是该哭了。这手弄完了，这有点乱。喵。现在不要一下都被我弄断，真的很容易弄断东西，尤其是我指甲。现在是另外一只。我今天现在才弄到力王。我今天。就是换衣服的时候一直扯到这个耳洞，超痛。然后昨天头发卡在里面也是很痛，好吗？田中倒立王，夕阳依依就那么好冷，我跟你说，修定了，完了，我贴上指甲，手就不会做事了。哎呦，天哪，怎么办？哎呀妈呀，怎么办？我怎么那么可爱？这么好看怎么办？
啊，我忘记播歌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播歌。说好不哭，让我走。要听什么？哎，不是幼童故事，幼童音乐好吗？好奇怪的触感。直接重复我，你知道为什么会用贴的吗？因为没钱做啊，然后我又不会涂。指甲断掉。要拿钱出来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，骑着去赶集，我手里拿着小皮鞭，我心里正得意。不知怎的，哗啦啦啦啦，我搬了一身泥。
为什么是儿歌系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听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这我没听过。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这还有广告。对，怎么有气泡啊？不用切的，不是用自己做的，我不会做。我也很希望我自己可以做。粘好一边而已，是我觉得贴得很奇怪，搞不好你们握手会那天看到的时候，我早就拿掉了，就会反悔了。做人吼，就是要会后悔。没什么 A， 没有 A。在山地那边，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他们调皮又灵敏，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，他们善良勇敢，相互都关心。哦，可爱的蓝精灵，哦，可爱的蓝精灵，他们清醒。今天整个就是说走就走，哎、欸，我跟我朋友的时候就是一起去，原本是早上回去拿毕业证书，然后想说就到中午，然后他陪我去买个东西，结果我们两个因为找不到我要的衣服，那我们就跑去，就说、哦、那我们就西门了，然后就走了。突然没买到，没有买到最想要的东西，没有最想要的，
么？小白痴在玩指甲。所以你回来了，魔镜熊。什么？我在贴指甲，但是因为我现在直播太卡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就是跟你们一就是用画面互动。然后不要问我为什么播儿歌，我只想听儿歌。爷爷，爷爷，儿歌吧。我今天很白吗？你说我的脸吗？怪怪的啊，就是做事会比较不方便。哦，我贴在上面了。两只老虎，有熬到它。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笑吧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是不是就只有你们念尾巴是念尾巴还是尾巴？我说我要骑起来是怎样啊？傅伟，你怎么在飘？我怎么印象中傅伟好像没什么都没什么在跟我讲话的感觉？剩一只了，好累了。
下直播也要打扫房间，有捡到什么事？以尾都念什么东西？好违和哦，完蛋了，看起来好丑。好了，你们为什么那大概看不到了？是念 IKEA 还是 IKEA 嘛？我是念 IKEA 哎、欸。上山打老虎，老虎打不到，就打了。打到小松鼠。打开台湾三洋电冰箱，享受家的美味空间。空间加高，空间加宽，好不习惯哦。空间加大。我很喜欢摸别人的光疗指甲，现在自己可以摸自己了吗？空间加亮，还有指甲这样粗，摸起来好像有变顺，耶！谢谢新民国，卡乐福康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，老虎打不到，打到小松鼠，松鼠有几个？让我数一数，数来又数。这个人呢，很快就反悔了，听上去就想反悔了，而且这还好贵，超贵的，好不好？山哥要鬼叫了。靠！那你是念，你还是念宽你好吗？只要有光，即便是长。主播要放弃台湾国籍，加入426解放军行列吗？什么意思？要给什么什么给我？等好，你说什么？我看不到。要给你娘的给我吗？是这样吗？
我很久之前别人送我的。我站起来我觉得这件没有腰身，所以就不太常穿出去。什么？你生日？生日还超久了。哎呀，你们那时候不是帮我去打听我娘想要什么，所以她想要什么？哎呀，粘住了。感觉变好胖，对啊，没有腰身。泥娃娃，文青苹果。所以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泥娃娃。欸，你知道我的画面卡在超久之前，然后我的脚画已经到很后面了，像人民币扣了。没有啊，为什么像人民币扣？我只是播儿歌而已。来放这首用一次，这个什么东西？我怎么感觉我等一下睡觉之前就会拔掉啊？什么习主席向我招手？没有好吗？哎呦，卡到爆了，好生气哦！谢谢奕晨。不方便吗？对啊，如果不是，我也不习惯。刚去我鸡排晚来，还敢讲？吃鸡排不要讲。你也不要念了，好，我懂了。来听英文歌好了。Just Dance， 我好像我玩过一次，Just Dance。
好朋友喜欢。妈咪，刘晴，欸，我考到一个太丑的地方了。什么你账号被盗，你绝对不会是被盗。我觉得当我粉丝蛮幸福的啊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叫我昨天问我要不要化妆，我就化啦。是我长三颗痘痘，一二三，没人可。Baby 夏，夏夏不在。它里面会粘脏东西耶，好，真的会拔掉，真的会拔。我收起啊，我收起啊。原本我娘说要帮我涂指甲油，算了吧。什么颜色？泥粉白。粉白色，这都是你在拔。真的被亲抢到，没有啦，其实都不会跟他讲，我只是底七你啊，你知道底七的意思吗？底七就是装傻。你们想要看我走，有点小性感的风格，还是比较有点活泼的风格。谢任豪，谢任豪你啊，桌子竟然被我压到啪啪两声。任豪你的头贴，我娘也太可爱了吧！我妈好可爱呀、啊，我妈真的好可爱。他绝对不会这样对我，然后你们就不要跟他讲，因为他觉得我是白痴。赎罪，好的，赎罪送一只火箭，欸、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我没有那么坏。你明显要被泥呛，泥电呛什么东西啊？活泼，谢艾文。你们不会想要看我不一样的风格吗？帮我问我娘。他今天突然传讯息给我，吓到我。你要说的话了，我的妆不太行。
你想现在送火箭？我人没有那么坏。住了，为什么不理我？变感加你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叫做变干家？我的画面真的慢到爆、欸、爆炸的那种爆。可是我觉得有一套，我选了两套，但是我觉得有一套很怪。哦哟，人好你很无聊。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人好。我们对岸好像是金门欸，好像是澎湖，好像是马祖欸，怎么办？我们对岸还是台湾的吧？还是金门啊？什么要睡觉了吗？有点想睡。而且其实我早上洗完澡了，我还是化妆了。而且我们东方的对岸还有绿岛、欸、还有兰屿，还有龟山岛，感觉那边都不错玩。喜欢看自己指甲长长的，感觉手很长。我不敢传给我妈看。好，人好知道了。怕他说我穿衣风格真的很丑啊，没关系啊，我都丑过了，上次还被他骂，这还拿来盯人的。我觉得我原本的指甲比较容易盯到人，所以我可能会拆掉，而且它其实上面这边还是有胶的部分，所以就是会粘脏东西，这边就有点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就是有点脏。到底是谁啊？西西，你昨天有来看我的台，你还没有那么奇怪哦。
我要让他知道这边是有多么的自由，不会被受管制。啊哈哈，这边是很自由 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不要剥夺他的人权。晚上好，南野秀一。对不起，刚刚没有跟你打招呼。我到底哪里宣传啊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宣传啊？你也是，你是听到哪一个林佳妮说话？我就在这边而已。听说有坏人来保护你，谢谢林哥。难道这边有第二个林佳妮吗？我的选了两套衣服，我不敢给我娘看，我怕我娘说我穿衣风格很丑。可能是感加你说的笑死，你不他们国家歌，那只是儿歌而已，而且又不一定说播他们国家的歌就是他们的，他们我在宣传他们国家，那难道我播韩文歌我在宣传韩国？难道我播英文歌我就在宣传美国吗 ？Hello， 什么不爱国，超爱国的好吗？你要看到我一件衣服，我只是没有穿出来，我在放在衣柜里面，是不是很卡？是超级卡。什么衣服？来，我给你看，这我很久很久之前买的。我挺久一点，我怕那个卡的地方不会卡到这里。是不是很卡？是超级卡。OK， 差点弄到你。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。这件好看是吧？只是为什么我的画面还没看到？我自己画面还没看到那个画面。指甲好看，刚前面贴的，可是我应该很快就要拔掉了，超没办法忍受这种东西，然后还贴的有个丑的，哇，现在看起来我手指超长。认真卡，已经从头卡到尾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，这已经不是第一秒钟的事情了。谢谢南野秀一，你好春，
我妈写错字好吗？她真的古文很差。宝宝，我的手真的不太适合贴指甲，因为指甲它是长形的，然后我的手，我指甲是那种圆，有点圆。我觉得你没必要这样针对我吧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你可以离开啊。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人。之前听说那个，不是很多人都说韩国人长得很漂亮吗？但是韩国人说，其实台湾人是最漂亮的。唉，天哪，太正了，有点受不了自己啊哈！点下头。点开头像按一下，我们不要不要，怎么讲？不要危害到他的人权，懂吗？为什么桌子一直被压下去都那种？哦，已经凹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笑死人了，你讲话超强的。没文化的人真可悲，好笑。讲话没品的人真可悲，不喜欢就掰啊。不懂得尊重人就不要讲话 ，OK？ 有吗？哦，黏住了。好开心哦，第一次在直播上遇到这种人啊，终于被我遇到了。卡卡尼已经不是第一秒了，已经卡了一小时有二十四分钟了。欸，明就三十分了，为什么才二十四分钟？我说不要危害他的人权，所以我不想 ban 他。我们不要危害大家人权。开心，哈哈哈哈哈！已经不是第一秒了，已经卡了一小时二十四分钟。没事啊，就看我到最后可以编多少人。我说不要危害他的人权，所以我不想编他。我们不要危害大家人权。开心，哈哈哈哈哈！卢卡。可是他不是也是推，就是喜欢 Team TP 的人吗？为什么还要这样子针对自己喜欢的团的人？正好一大堆。
有考现在很卡，所以画面很慢，只能听声音了。不要ban我，不会ban你们，最爱你们了，很真乖。那个人不一定是粉丝吧？有啊，他有追踪啊，刚刚有啊，我刚刚去看，他还有追踪面面。我来看看。有啊，他追踪栗子前辈、嘉颖前辈、小迪前辈、安安、林杰前辈跟面面。黑粉吧。Luca，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什么发生什么事情。有时候是因为那个成员会理他，他就追踪谁。他是欠关注哦。那我可以多多关注他。最会关注这种人了，是吧？现在七六群说吗？可以，我等一下跟他们讲一下。遇到这种人哈，就关注他一下，看他可以关注到什么时候哈。谢谢南野秀一追踪。关注粉丝好吗？你跟着他可能趁他一节五十就好。你知道倒反法的使用法吗？我现在是用倒反法，根本没想关注他的意思啊。他就是在那边过得不开心吧。俱乐部现在有招会员吗？好像没有耶，八位就满了。谢谢卢卡。青苹果，你回来走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没跟到二姐，在期待二姐。第一次说那么多话，怎么大家知道我黑粉？好笑，谁想知道？嗯，上面是一个叉叉，下面是一个布的二次方。看得到名单吗？不一定。我只看得到有送浪花的。
常在哦。住镇。他还在。好笑。哎，我们后面这个半小时都要跟他玩就够了啊。还好今天有化妆，要不要剃掉？算了吧，不要危害人权。卢卡看不到吧？应该是看不到。I love you, baby. It's okay.哦，你有扇子？哦，你说这个吗？对啊，看得到。哦，在线的人都在上面，差点习惯这卡卡直播，笑死。他危害我们人权，笑爆。大家今天直播超卡，可是我这边网络是写顺的，还是我把他呛到不讲话了，我检讨。没关系，我跟我妈讲说好好爱你一点，多多爱你，你保护他的宝贝，他宝贝吗？我大概不是他宝贝，大概就是他一个拖油瓶。谢谢卢卡分享。隔壁他都很顺，我已经重开第二次了，这已经重开了。然后突然有点肚子饿，想吃东西，我去拿个东西吃，可以吗？吃蛋挞，吃蛋挞，吃蛋挞。衣柜主播这样，我刚前面也超级无敌卡，谁让我不开心？他在，换什么伺服器？我阿姨做的德式蛋挞，干嘛跟蛋挞嗨？宵夜哦，对吧？哦，不对，我刚有重开。所以难怪时间那么少，超好吃的，我娘
有吃。他说超级好吃，各种手做甜点心，对啊，尤其是冰在冷冻库的，然后拿去烤箱加热，然后中间没有完全热到的地方，会变成冰淇淋状态，超级好吃，冰火德式蛋挞。哎，你们已经看得到蛋挞了吗？因为我这边。我自己看不到。哦，可以耶，看到了。啊，这个面包好吃。哦，对，有一次，卢卡没有吃早餐，然后就把我阿姨做的奶酪面包丢给他。很多都吃过啊，孔秘书也有。孔明叔应该吃片，对，他吃片，每一个都他都吃过。我那时候没有看，那时候我在化妆，好想看哦。柠檬口味的蛋糕，那个叫柠檬蛋糕，就叫柠檬蛋糕。就是一个柠檬形状的蛋糕，我阿姨有做那个，然后有一次也是丢给卢卡吃。难怪黄秘书也是，黄秘书也是吃一个，我只会给他一个，我还是控制的，有时候我会带水果给他吃。吃多少东西，全部都会吃掉。而且我阿姨那时候用的柠檬巧克力是很贵的那种。然后还有一次不小心烤坏，他说烤坏，可是我觉得蛋糕超好吃的。孔秘书不是一天养成的，是吧？一天养成的吧。谢文，好想再吃哦。不行，真太胖。旁边是不是十年糕？一天。对啊，指甲贴东西，刚刚前面直播贴的。
我是冰淇淋。谢谢 Happy Love。蛋糕刚出的最好吃，真的。你不担心旁边是听到吗？我直接这样讲。谢谢浪客，谢谢 Happy Love。什么不用怕，我最近越来越胖了、欸，也没有到越来越胖，我的体重一样维持在44，胖了一点点。谢谢浪客追踪，44，然后体脂越来越高，都一样的，一样的那个什么体重，但是越来越胖了，我的体脂。哦，痘痘好明显哦！谢谢阿刚，原来平常都是这样讲，可是我都会说他胖胖的就很可爱了。好瘦，那我瘦，卢卡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自己？是很瘦了吧，可是我体脂越来越高啊。陆卡不要不开心，陆卡也超瘦的好吗，你看他的腿细成那样子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我体脂现在多少？我昨天量26.7，看你娘去健身，我也直接躺在那边说妈妈救我。我其实也想健身，但是健身还要花钱，自己在家跑步就好啦。卢卡还超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卢卡，你看看你自己的肚子跟我的肚子，然后两个瘦子在那边说对方很瘦，我是因为脸啊，我脸看起来比较圆。你边吃起来边聊减肥话题，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吃饱明天才能减肥。但是明天没有饱的话就不能减肥，所以就是明天的事情。说到脸圆，我就想到什么？月亮，减肥又还是明天的事情，是吧？哦，我都刷完牙，然后又，我很习惯。你知道每次有人跟我出去吃饭，然后他们看到了就是最后空盘子，他们就说。哦，我这边在听自己的声音，然后他们都会说你舔盘子是不是啊？我说我没有舔盘子，我有个怪癖，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会把东西都吃得很干净。那一年前事情嘞，还不止一年嘞。谢谢卢卡。然后吃完东西我一定会漱口，拿水漱口。你知道我超穷欸，我家只有一块，我自己只有一颗浪花，一颗小小的浪花，不浪费老习惯，能吃饱就好了好吗？看看那非洲小孩都没东西吃，你们还浪费，会下地狱。谢谢朱里安，哦，
屋。谢谢 Happy Love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粒粒是谁？谁知盘中餐，相煎何太急。谢嘉阳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好辛苦啊。有点冷，真的有点冷，我的房间冷气太冷了吧。莉莉可是阿莉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懒的，把结打开的，然后就会直接这样穿，从上面倒下，直接这样子套，我吃不下也会塞进去，我吃不下的话我就会吃超满，然后大家都会在等我，所以阿莉说想要当农夫，真假的？哦，对，他好像有说过。我觉得我今天的妆蛮不错的，只是个痘痘。可以去死了，这些这两个洞。霞霞，你终于来了，欢迎中中。倒底下了。假的，我觉得很明显。虾虾，谢谢虾虾的星之冠。其实有三个，一二三，但是这个比较挡得掉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不习惯。我现在已经无聊到不知道干嘛，而且我重开直播，所以我要等到时间到。手滑。你不能叫人好，你要叫人滑。滑。这是定格直播吧？你要问问两个小时前就在的人。
第一次直播就在的人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也是很痛苦。好啦，谢谢阿基拉。什么啦，乱改耶、yeah。七八九，我们私奔到月下。卡痰。今天没图可以截了。什么睡衣啊？这个叫做防晒外套。这些直男，这些直男，我生气了。在做什么跳舞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一起约定的一切，过下个周末。怎么还在卡？信婷，你不是一直都在吗？对，这种透的，比较透一点的，可以看到里面衣服的，叫做防晒外套。什么睡衣啊？睡衣才不会长这样。大家可以穿防晒外套。因为太冷了，披一件东西。我才没有学我妈，只是我真的突然想到直男这个东西。这跟你讲，我冷气开很冷吗？在玩水壶。晚上防晒啊，你挂听，因为也看不了画面嘛。怎么样，晚上防晒不行是不是 啊？晚上洗完澡化妆不行是不是啊？啊，换茄子不行啊，这个指甲贴太容易粘脏东西了吧？我都不会掉，我真的会贴掉。唉，这物件是消耗品诶，真正就是有够消耗品诶啦，讨厌，变成在哭泣了。要不是因为我要直播，我也不会开冷气好吗？因为直播太热了，这太热我受不了。而且我要穿成这样，其实这个也没有多厚，这件也蛮薄的。就是卡，直接没看，没关系。别说北极熊了，热衰竭或中暑就不会那么想。怎么那么台的感觉？拍谁吼？我就是台妹，好吗？辣台妹，辣台妹，晓得？辣，我就是辣台妹，懂吗？没有了，讲话也太难听了吧？辣台妹，辣。台妹小弟，辣台妹，辣台妹哟！防晒上线那么不好，可是前几天也不会这样子啊，就是今天一打开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是我有点难去控制它，融化是这样，辣台妹上线，欢迎 Kevin Ren， 欢迎蜻蜓。别再重进了啦，绝对不会顺的啦。哦，超不会用这个东西。
超难的。OK， 那个莲花水，但没有到很莲花，是不是在跟我抢网络？我要骂手机，我的平板，我的平板，还有好像没有了。在一瞬间，有一百万的可能。我已经用了家里的网路了，你知道我自己的网路到山上超顺的，尼玛儿，你就是一朵花，家里的 WiFi 对，我就是一朵花，菊，我是雏菊，差点说成菊花，烦嘞，都摸摸来，直接怪罪到摸摸身上。今天真的是热到我差点中暑。今天热到真的是真的喘不过气的那一种。我的声音很顺，对。雏菊跟菊花不太一样吧？你长得像我 uncle 是怎样？我像男的，是不是？哒哒哒哒哒，嘻嘻嘻嘻，啦啦嘻啦耶，嘻嘻嘻嘻嘻嘻，嘻月嗦啦嘻，哒哒哒哒哒，嘻嘻嘻，月月哆啦嗦，月嘻啦嗦月，月嘻啦嗦咪，咪哆嘻啦发，月月月月。喊 encore 会死掉啊？什么 encore？ 我没有开省电诶，我现在刚好没有开，可是之前都有开。橘种，不要中暑的好，不然好几天甚至两个星期。我在国小必点预演的时候，我就中暑了，然后睡了一整天。雏菊，雏菊，雏菊，雏菊听起来就很可爱。像我们一样可爱吗？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！你看他呀，不比方双面容多么慈祥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！他为了他带来幸福，大家喜洋洋。哎，雏菊，才不是嘞！那你怎么一进来就听到雏菊？好希望冬天赶快回来，我想要冬天抱得紧紧的。喂，阿雷喂，喂阿雷喂，阿雷喂，喂阿雷。Shut up, boy. So shut up, boy. So shut up, shut up.欢迎咪嫂，欢迎明天。我差不多可以念棒棒了，好不习惯哦，真的会拆掉啦。就我看起来超黑的，我黑到。直接两集，应该等到十月。对对对 ，Bad Girl Guru， 哎呦阿当厉害！等到十月怎么样？
今天礼拜几啊？礼拜二。现在冬天都要十一十二月，对啊，很久哎。谢谢虾虾。现在的冬天真的超级无敌久，这不是我在说的久。如果夏天可以跟林一前辈的猫咪九九一样，那该多好！可爱，今天星期二。而且我自己听到的声音已经比你们快了很多，你们还卡在很前面，我已经到很后面了。我等一下用握手会的东西，哎呀，吃到头发！我刚刚直接豁出去跟我娘求救，握手会的衣服，我有拍两套，但是我不知道到底哪一套好看。但是大家都说我第一套好看，但是我自己觉得第一套比较怪。谢仁豪。是距离近吗？可是我也是用我阿嬷手机看啊，传说说时空错乱的感觉，声音都正常，声音是正常的，没有错。不是，谢谢阿 Kila。 为什么看不到？我要喊你娘，什么？我要你娘什么？什么阿丘吧？圣泽曼，你回来了，欢迎这个黄文鱼。哎，直接卡爆！我要念榜了，突然忘记我刚刚说什么。我要念榜了，很卡，真的很卡。先休息了，晚安。好了，我念榜，时数还不够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刚重开，我想说，那就是不直接把这边凑到，直接把这边凑两小时。第十八名南野秀一，第十七名佳阳，第六名若日一笑，第十五名浪客，第四名 Happy Love， 第十三名柠檬。去你娘那里，阿丘吧，哦。第十二名易晨，第十一名尼巴祭司，第十名仁豪，第九名阿当。你们两个都是我娘的头贴是怎样？第八名绿色苹果，这是怎样嗡嗡的脸？
第七名 Luca， 第六名田中道立王，第五名 Akira， 第四名朱里恩，第三名艾文，第二名夏夏，第一名信廷。谢谢柠檬，要下播了，早就要下播了，其实。谢谢助理恩恩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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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什么噔噔换吗？换什么？谢谢莎莎。电影开头，笑死！没有五点半起来，太久了吧？哦哦，是饕餮。等等换吗？我娘的，饕餮也太可爱了吧！天哪！你要继续播吗？才不会！再播下去，我真会爆。暴气！好啦，谢谢谢题。来了，十。滑雪公主，那个迪士尼公主白白都这样。